时，所以相信大家一定相当期待。同时在活动当中，我们还特别邀请首先为各位出场的是网球女孩，充满活力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清凉消暑的泳装女孩，为各位展示极富设计感的冰雪冰心瓶，专业严密的高质工艺。哎，不过山博士冰雪瓶厉害的，除了非常时尚的外形之外，以专业严密的高真空断热，透过真空隔热层，能够长时间的保持。我来装一些水果，那当然里面装的就是芒果啦，夏季最好的芒果，多挖一点芒果出来吧。哦，所以其实真空食物罐里面它可以装食物保鲜。对，没错。哦。而且它不单单今天我们是保暖，就是它保热也效果绝佳。哦，所以等于说是保温保冷都可以。对，保温的话出来。哇，所以那边也是刨冰耶，真的玩到现在。